不愧是铁杆科密，七六人官宣乔治新赛季号码，再次放出豪言，想帮助球队夺冠。众所周知，此前乔治宣布以自由球员身份加盟七六人，而之前乔治 NBA 生涯只穿过两个号码，一个是刚出道的时候的24号，另一个就是他一直穿的13号球衣了。而不巧的是，七六人队的13号球衣属于张伯伦，遭到被退役，而24号球衣的主人则是属于此前队史名宿鲍比琼斯，也在几十年前就被退役掉。因此乔治必定会选择一个新号码开启自己七六人队的生涯。而近日据七六人官方宣布，乔治选择身披8号战袍出战下个赛季，不愧是铁杆的科密。而在新闻记者发布会上，乔治也是再次放出豪言，称自己已经迫不及待成为这支天赋横溢球队的一员，并且自己已经做好准备为费城拿下一座总冠军。而想必步行者、雷霆、快船球迷听到乔治说这句话，无疑觉得似曾相识。在之前乔治效力步行者期间，曾发誓自己永远不会离开，在雷霆期间也曾说，我会留在这里直到拿到队史首冠。在快船期间更是说出了，我的心在这里，我想要在快船退役。球迷也是调侃，七六人队注意了，乔治又来画大饼了。